从前从前有一堆蜡笔，他们住在家里，可是有一个叫做小黄，他说好无聊哦，好无聊，不要在家里啦，我要赶快跳出去玩呐、啊。他就咚哟跳出去，就跟我们一样跳出来。他叫做什么？小黄。好，那小黄就跳出去哦，结果他就看到。这边有一张白纸哎，好像可以跳上去玩玩玩玩玩。你看它能玩出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蝴蝶。蝴蝶啊，这是蝴蝶，这是小黄画出来的。很像六。真的很像六哎。好，那蝴蝶是在水里游，天空飞，还是地上跑？天空飞。好，所以他就画飞在天空中哦。好，这个时候其他人很羡慕他，结果谁就出来了？啊、粉红跟红，粉红是小妹的粉红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小红姐姐也跳出来，很像 小字、欸、对，然后粉红姐姐跟小红呢跳出来了以后就画了什么，就画了这一个叫郁金香，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波斯菊，好，然后就画画画，他们好开心好开心哦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其他人也很羡慕他们啊。这个时候小绿也跳出来了，说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，对，然后就跳出来的时候画很多很多，这什么东西？花，还有呢，叶子全部都画出来了哦。好，那现在呢还有很多很多的，像土黄哥哥跟小河哥哥全部都跳出来了，在哪里？是这个吗？爸爸，对不对？你都不拿。还有是不是这一个呢？爸爸，你都不拿。还有这一个，这两个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就在这边跳出来，一直画一直画。他们在画的时候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说哇，我好厉害哦，我什么都会耶，我好棒哦，可以这样讲吗？不行。嗯，就算自己很棒，也不能让别人知道。这个时候呢，小蓝哥哥也跳出来了。小蓝也跳出来说：“嗯，我也好棒哦，只有我能画云呢，其他人都不行啊。”这样讲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很讨厌啊？对啊，哈、哦，所以小蓝哥哥在对，所以小蓝哥哥在这边画什么？小蓝哥哥画云，那可以一直说：“我好厉害哦，我好厉害哦，别人都不会耶。”可以这样讲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、嗯，不可以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蜡笔小黑出来。蜡笔小黑说：“我可以加入你们吗？我好想要画哦。”他们跟蜡笔小黑讲说：“不可以。”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他们说：“你看起来又脏又臭又黑又笨。”可以这样讲人家吗？不行哈。所以他们不乖。然后他们不乖，因为他们说人家又黑又脏又笨。对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下去。好，我们来看下去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小黑呢就很伤心，很伤心，很伤心。结果呢，他就继续站在旁边看他们越画越多，越画越多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自动笔哥哥来安慰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呢，我们一定有可以画的时候。”然后呢？小黑就在旁边看着他们，越画越多，越画越多，越画越多。有的时候蓝色叠黄色，有的时候绿色叠蓝色，有的时候红色叠绿色。他们就吵架了。他们说什么你知道吗？他们说都是你啦，都是你啦，跟你讲的好像是不是？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啦，都是你害的啦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。结果呢，小黑就说他们怎么了？原来他们在吵架。他们喜欢说都是你啦，这一句话会让人家吵架。以后还要继续讲吗？不要，不要。好，然后呢？结果小黑就说：“我来帮你们吧。”他就跳下去，就开始他们很生气哦。他们说：“小黑，你在干嘛？我们又没有叫你过来，你不是又黑又脏？”又臭吗？小黑就说：“没关系啦，我来帮你们一下啦。”结果他们就眼睛瞪得很大，说：“小黑，你到底在做什么啊？”结果呢，小黑怎么样？全部都蓝，全部都把它涂成什么颜色？黑色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看小黑到底想干嘛呢？这个时候，自动笔哥哥跳出来，就帮小黑怎样
画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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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呢会变成什么？我们来看一看哦。烟火。哦，自动笔哥哥跟小黑竟然能画出这些烟火呢？其实不是，是因为这下面的烟火的彩色是前面吵架的他们，对不对？画的彩色，然后小黑帮他们画什么颜色？黑色。然后是谁画出这些线条？自动铅笔哥哥，所以自动铅笔哥哥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不要再骂小黑了，每个人都很有用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自动铅笔哥哥跟这些其他的颜色蜡笔的这些姐姐跟哥哥，就跟小黑变成好朋友了。你看他已经有了。是啊。